50年老字号手工竹升面，位于桑改 Bessie 大路边的店铺。阿哥，呢个竹升面你卖咗几多年啦？我每日早晨自己喺度骑嗰面啊。安哥煮面面游刃有余，还有自家做的叉烧，叉烧肥瘦适中。刚我问老板，面早上是齐面，就这个意思了。看到吗？老板技术很好啊。点的都上齐了，诱人的叉烧。哦，有弹性哦。嗯，真是真材实料，够弹牙。给的云吞也很饱满，特别推荐竹升面配咖喱，浓浓的咖喱汁。有劲了。有豆腐薄。嗯，那咖喱浓浓爽啊，是香，那椰浆会很香。总的来说，就是面条真的是好吃，果然是有几十年的功力啊。安哥每天早上起到有价值。哎，呢度系几点开到几点？朝头早9点开到9-3点半，跟住休息到5点半再开，开到8点。中间休息2个钟啦，休息8点。礼拜啦。快看午餐时间 ，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。